好，我们现在在南湖山屋前面。那今天要单攻，不是单攻，今天要走南湖主峰、南峰跟八八山。现在日出刚出来，主峰方向那边是日照金顶。好，出发。昨天晚上有稍微下了一点小雨，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很冷。现在在主东岔路口，现在在前往主峰的一个平台，这边可以看到圣门线、大小坝、圣门线、平田山、雪山，然后还可以看到中央间，然后昨天去的地方，视野超好，东峰、东南峰、桃赛峰，现在刚日出。然后海面上倒映那个日出的金光，原来是海哦，好美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主峰前进。主峰，你这排队吗？主峰到三角点，摸一下，你还在拍合照。现在那边的云彩是粉红色的。我们现在从主峰下要去南峰。你有盐巴吗？对不对？骗你，然后那个石头看见。我们现在回到三岔路口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先去中央间西山屋的方向走，然后再接到南湖南峰。你走了是吗？走。中央间西山屋南峰，走这个方向。
中央电视在前面。这里有一个废弃的南湖主峰山，从刚才南湖主峰下接中央间溪山屋的这个路口下来之后，但这里超凉爽。现在要上去南峰，开始上攀。还有一段建筑林，哦，我们刚才从那边过来，对啊，现在要再上去，哦，海安妮，嗨，现在这边，哦，天哪，一点都不会累，要爬上去。然后再上攀，应该是这边的吧。我们现在在快到南湖南峰，剩 1.5K， 0.15K。没问题。还要再往上。还要再往上。然后这边的视野也超棒的，超级壮观。我们刚刚从那走来啊？是吗？刚才在那边，主峰那边下切，不是这边那在另一边的下切。他主峰在那边，下切，对啊，走那个森林这样过来，对，一路到这，哇，上到这边还要再过去，天哪、啊！哇哦，最后的攻顶，呀，攻顶了，哦，哦，天哪、啊！现在在南湖南峰顶，我们先去八八山，往下走。我们先去八八山，前面。好。这样下坡就算休息了。100公尺，新庄。天哪，不会吧？还要下过去？哦。
石头会滑，要尽量靠近树丛才有地方抓。好，八八三到了。虽然有段怨恨我。八八三三九九。来回去南风了。完了。现在看到这个来的路要回去，我就心惊胆跳了。哇，天哪！现在要爬回南峰。走在这个乱石堆里，我们刚从南峰下来，接着啊，就要走那条路进去大石堆里面那边。现在到回程最后的一段陡上了，就是我们从南峰回来了，现在是在这个圈谷地形，我们要再爬回去祖南岔路口。好，走。刚才从下面爬上来，安妮，你觉得爬起来怎么样？我就是喜欢这种岩石地。好了，来讲个中肯的话，很累。好难，因为这段其实。现在继续往上，变强。哦，终于回到祖南岔路了。回到祖南岔路，累啊！我们回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就一路下坡回去。南湖山庄 1.1K 最后的，慢慢的散步下去吧。已经可以看到南湖全谷了。全谷开始起雾了。
现在这里是南湖圈谷网咖，一级棒的视野，畅通的讯号。现在看不到，但是平常这边有云海。